显然这段舞并没有让评审感动到，参赛者迟迟不抬起头来，希望能捞到一点同情票，没有想到却得到反效果。快抬起来，你再低一次，我这票就绝不给你了。吴源拿到机票再进一步，只好跟评审拥抱说拜拜，但这小小的举动也看得出参赛者的气度。我刚刚在拥抱他的时候我很难过，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拥抱，我觉得得失心太重。不是每个参赛者都有好的风度跟修养。很有爆发力，但是我也同时也看到也挺嫩的。不给，不给这张票。对，一向很硬的金星打了这名年轻小伙子回票，没有想到。结束啊！明天当地人，明天啊，明年认吧，他都没有，人亲人。哎，那些，哎，钱阳，干嘛你？小伙子故意跳过金星，非常不给面子。评审们一个看一个，觉得很傻眼。倒是金星气定神闲，不然以他的个性，早就开炮了。想说一下，这就是九零后，看到没有？我想学一下这九零后。相信我的眼睛，认识一点。相信我的眼睛，年轻年轻年轻嫩。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最不可以接受的。本来胜负乃兵家常事，输了就拼回来，但用这样的方式让评审难堪。小鼻子小眼睛，怎么成大器？